各位可以看到节目单上面，我们选的这三首民谣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比较轻快的。那台湾民谣其实最难演奏的就是它要让人家觉得很诙谐有趣的不沉重，但是又不能就是太轻没有力气，所以这个对学员来讲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学习，在音色在想法上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所以等一下如果听到很奇怪的声音，你千万不要紧张。